玉书镇，22岁，山东人，河北传媒学院公共管理专业本科。大家好，我叫玉书镇，来自山东临沂县，就读于河北传媒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，大三在读。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，想寻求一份活动执行、执行策划等相关的实习工作。我对自个的职业规划不太清晰，因此希望在座的三位老板、周老师还有邵刚老师能给我一些指导和建议，谢谢大家。小玉，你是大三在读是吧？对。那你这学期还有课呢呀？有课。得6月底才能结课呢。对，6月底。是吧？对。那你着什么急？现在找实习工作，7月份以后再说呗。我大学3年吧，已经做了很多兼职，然后想这次有个机会，我想来试一下也。你这3年的课学的怎么样？还可以吧。可以的意思是？在班里。英语，4级。在考。还没过呢哈。对。挂科挂了几科？1科，计算机编程。计算机编程。对。英语计算机2级过了吗？计算机2级没过，刚过了1级。那你赶紧把英语4级过了，你利用假期的时间学学英语，把4级过了，学学计算机那些，把该过的本科毕业咱必须拿到的东西先拿到啊！我也挺着急的，正在努力。那你着什么急来这找工作呀？邵刚老师不是这么一句话吗？说要么说读书，要么在路上。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看书，所以我选择说在路上。我想多一些实习经历。现在有一种骗人的理论，没事就告诉大家说在路上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你在路上，就大家现在不管去哪儿，胡了八都就走。别人问，哎，您干嘛呢？在路上。你在路上干嘛去啊？你？所以说，我之前也说过，我对自个的职业规划也比较迷茫。不说那些虚的，小玉，你这一年大三这一年，你不是说你做了好多兼职吗？你不是一直在路上吗？对。你想去哪儿？我的终极目标吧，我想做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，这是我的目标。我现在不知道从哪方面切入，所以我选择从执行，从低层做起，然后慢慢积累自己的经验和能力。你现在最强大的能力是什么，小玉？我认为，可塑性和学习能力吧。可塑性。对。你说自己是90后屌丝的逆袭，还说自己是一枚上进踏实努力的90后屌丝。讲老实话，这我还真不懂。那刘家勇不是出了一本书，什么叫什么什么突围？屌丝突围。那到底什么是屌丝啊？你哪一点符合屌丝啊？这个屌丝现在是一个网络词汇嘛，然后他是说没钱、没车、没房、没背景。邵刚老师，我们刚才其实就想问他，其实每个人有梦想嘛，他想逆袭。那你为了逆袭，你有没有做过什么？或者你想从哪一个点你要突围？有没有过这个想法？你逆袭谁呀？你逆袭什么？你从哪儿往哪儿逆？你袭谁？脚踏实地的做好现在我认为对的事情。比如你最近脚踏实地的做了一件你认为对的事是什么？前段时间吧，我们我们公司，然后作为协办方，我们石家庄万达举办一个车展，然后我们公司作为协办方，然后就是资源置换，相当于我们用媒体替他们宣传，他们在他们展会上有我们的位置，然后我当时就负责和老板整个说和他们谈资源置换这方面，另一个就是我负责现场的一些执行，第三个就是我负责收集车品牌汽车。这是负责人的一些资料，因为我们公司想做一些后期的合作。小玉这样啊，你说就是你这个执行呢，其实是算把事儿办完了，但在这当中你没有体现你的一些特质啊，或者是能力啊，你这个只是很常规的评述，应该有困难啊，或者说有一些具体的解决的事情。你有没有社交能力？网络社交能力还可以吧。比如说我最近时间做兼职水军。兼什么？兼职水军。对。你最近就是平时顶个帖，在贴吧顶个帖盖个楼，或者有时候说淘宝拍单，或者说有时候玩游戏升级，然后赚一点佣金，这样。
什么样性质的嘛？是骂人的还是商业的？是夸的还是骂的？是广告的还是广告的？对，告还是攻击的？一般都是骂人。看看你的水晶头这是谁？他要求说那个，没有什么要求说你说啥。一般我要不发表，我就写律师，也不会发表。看内容吗？你看内容吗？看那主贴的内容吗？小伙。我的跟你对话的人是中国水军之父啊，跟你对话的人。不，来，你比方说，你别老之父，之父都容易就过去了哈、啊。那个什么，你听啊，这块有一帖，你就随便领到这个任务是吧？对。你就上去之后说两岸猿声啼不住，就完了。然后主帖都不看是吧？然后就两岸猿声啼不住了。对。哇。我可能在那个一般比较松散，不是多正规的那种。他说的一些东西呢，我觉得都是谁都拿来去是可以去讲的，但是他的特质，而且他的心还很高，他不是说我一辈子都去做活动执行，他甚至想去做 CEO。那职业经理，我觉得不说 CEO 吧，就只是说你从活动执行到活动策划，这个距离就非常大。因为你说的特别对，他现在小玉让我们截止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现在抓不住他，抓不住的地方呢是。他说的事儿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的，包括他做水军，而且他没有什么特别多的，他有很强的那种主观的这种主观性。对，就其实他内心，你看我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，对吧？只要那个有可能，主观其实没有问题啊。比如说我就做水军，我就是专门评价那些专业的汽车贴的、技术贴的。哎，你也可以做得很专家。是的，那可能奔驰都会来找你，他可以去选择他爱做的。不是，他都不看，但是他没有判断力，他就直接两岸猿声提不住了。对他，所以我说你要找到你的一些特质，然后其实职业的很多东西是通用的，并不是每个职业就只有这部分人能做，其实这个概率是很大的。但你一定要找到一些特质，这是你的优势。这样。你今天咱们再说一下啊，因为小玉，我觉得你来一趟不容易，是吧？还有着课呢，注意，他们这学期课没结束呢啊，是，还有着课呢，所以来一趟不容易。再说一下，想找一个什么性质的企业的什么职位？我现在想就是，首先最好是在石家庄，然后实习岗，如果说没有，没有说活动执行。或者说策划这方面的，如果说那个在座的老板觉得我合适做哪项，我也可以接受的。来，十二位，去或者留，选。好的，现在还有五位留了下来，天生我有才。来，五位提问。我刚才在外边其实跟他聊了两句，那么我觉得他自己还是蛮愿意干活的，就是他是肯干那个孩子。这点我相信。我看你简历里边有这么多的实习经历，你能举个例子讲讲哪个事情觉得非常困难，但最后把这事干成了没？先说一个我当时做戴尔那课代表的事吧。当时是我应聘入职之后吧，然后他是每月都有销量任务的。当时我前两个月吧就卖出了一台，当时也摸不到方法，并且还是同学买的。然后最后可因为一般每周都会接受培训嘛，最后也是那个找到了一定说那个自个儿的销售方法。我先说一下我的那个当时我怎么宣传的吧。当时一般我们要求是路演第一，就是那个在学校人流量大的地方摆张桌子，然后一些传单，然后一个支架海报。比如说今天吧，我们学校几块宣传栏，我全都贴上是我们的那个宣传单页，这样可能有效果。第二就是进寝室宣传单页发单页嘛，这个样子。OK， 这样啊，小玉，我的观点结果怎么样啊？卖出多少台、结果是头后两个月之后吧，然后我每月都能达到五台以上，然后也成功的升职为金牌课代表。其实我对你的好印象源于你的那双鞋子，你看多干净啊。就是现在的年轻人，尤其男孩子，能够时刻保持鞋子那么干净，我觉得他一定在做事做人上都是个讲究人。来之前刚拿粉笔画过。是新鞋吗？起码他会选一个特别干净的鞋子上啊。对，是新鞋。哦，新鞋，专门上节目准备的。啊，专门上节目准备的。这也是一种讲究吗？当然。对，当然。所以其实这衣服呢？这衣服不是的，不是，但是整体这么看着，哎，周老师快点评一下，周老师啊，其实他还真的不
错，他用了上下呼应法，上半身上身穿的这个衬衫是灰色的，下面穿的也是浅咖啡色，他们都属于一个色系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其实你比较瘦，那么你衬衫的那个扣子没必要选择系那么紧，显得你的头更加的小，身体比较大，这是可以提出了一点小小的建议好吗？来解了解了，谢谢王老师。哎，没事，对，里面还有背心呢，又没光膀子。好嘞啊，现在好点了吗？我看看，好多了。来，不，我没看呢。哎，真好多了。你再稍微，你里边有背心是吗？排解是吧？可以，对，就排解啊。不是，可以往下拉一点，因为这样可以拉长他的脖子，让他头显得不要那么小。啊，对，解了，都解了，都解了，都别让我给你脱啊。小伙子，都解了，好，都解了之后有背心就可以啊。然后这儿蹬的，这儿蹬的，这儿蹬的，转过来。哎，这样好太多了，你看头就不那么小了。好，哎，轻松了，这真不像屌丝了。这人一下就有活力了。小伙子在衣服解开受到鼓励之后愈发的自信了，所以不管是谁，鼓励是他前行最好的一个力量。我想你能不能有什么工作的案例或者学习的一些事情告诉我们，其实你工作中有一种这种踏实勤奋讲究的。咱们就说在你刚才所有的例子里，小玉，最有亮点的是戴尔的那个事儿，是戴尔的那个事儿。你从两个月卖一台是吧，到一个月卖五台，对吧？这中间你现在来总结，最重要的是我学到了什么，使用到了什么，让我有了这么大的飞跃。来，首先我认为说第一点就是，首先把你的基本功打好。首先你卖个产品，把这产品的性质、功能、优势了解透彻。还有一个就是我认为我对客户服务好吧，他来买或者不在我这买，我都会为他提供最好的服务，为他解答他不懂的问题。今天你的应聘宣言是90后屌丝逆袭嘛，你觉得今天你是要逆袭我们还是逆袭你自己？我认为应该是做一个自我突破吧。我觉得你现在就是越来越放开，挺好的啊。我觉得今天你已经逆袭了。好好好好，来，五位，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，主动权就到了小玉的手里，选择。尹峰离开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四位留下来，工作地点石家庄实习岗。来，月明。你好小玉，我是真觉得你非常不错，然后我给的实习岗然后就是在石家庄，然后就是活动执行，我们有很多的音乐的产品，然后在石家庄本地的，比如跟校园包括 KTV 跟很多商家的合作。好的，福登。那么我给你的工作岗是我们推广部实习岗，推广部的，在推广部实习啊。来，优胜教育。那个小玉，我给你我们全国加盟中心市场部的一个实习岗位，就是你实习培训局也是带薪的。好的，庄，新航的。我们现在要给你是石家庄新疆大学校的市场部的实习生。市场部的实习生。你这种学习的欲望啊，应该是能够满足，也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工作状态。好的，认真思考，然后走上前去，关掉两盏灯。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和优胜教育，谈钱不伤感情。我们其实因为实习的工资然后大概是1500到2000，但我觉得你基础还是比较好的，就是定到2000。对，那我给你的是日薪100。日薪100。日薪100。好，对，如果你一个月工作基本是22天吧，也就是2000多。好的，日薪100。好，认真思考，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还是优胜教育，还是跟二位说谢谢你们，再见。我选择优胜教育。